邀请底下所有的贵宾加上小朋友，我们一起动起来。双手拍拍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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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手拍拍大。我们打开了窗口，我们首先走上自我的运动哦。初衷不想停留，只因为梦想在前头。上有两件事情哦，不能等。第一个就是行善，
第二个呢，就是呢我们的道场推广的孝道，孝道的传承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二首呢带动的是孝障佛力超九天，来掌声来，再继续欢迎的活动组。
非常感谢我们的活动组，我们的活动组呢是由宝光玉山的活动组，还有发音崇德的读经班，学界高中部可见呢都是三界一元化，每个呢大家都动起来，所以我们活动组有80多位哦，将近90位来维持我们的秩序，还有呢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带动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那么活动准备要开始咯，经文